龙血晶前期有三个用途。一，20个龙血晶可以换一个归途基石，只能换一次。兑换地点在巴克巴塔尔右上的海湾神庙，进去之后在龙使者旁边可以捡到5个龙血晶。二，龙血晶可以用来进行装备的四阶强化，地点一样在海湾神庙。三，龙血晶拿来送礼几乎人见人爱，送礼之前建议装备誓约戒指。梅尔威的战士大师如果看你不爽，解完任务还不给你技能书，送一颗龙血晶给他，马上就把战士秘技书交出来了。圣树之村的弓箭大师也一样，解完任务还不给你技能书，送一颗龙血晶给他，马上就把战功米奥书交出来了。圣树之村旅馆的可儿，每天送他一颗龙血晶，大概送2到3次，他就会爱上你。心情好会送你一本森林语专长书，使用后随从就会森林语了。如果商人东西卖太贵，每天送他一颗龙血晶，大概送2到3次，他就会爱上你。买东西会有折扣。接下来说明魔宫手中奇鸟王刷龙血晶的哈波村重复流程。哈波村北边有一只亚龙，它血量掉到一定程度会逃走。如果用红魔族的大师技能训身霸魔宫，蓄力将生命值消耗到最低时射出，大部分 boss 都会被秒杀，然后就可以捡到5或20几个龙血晶或少数的龙鳞。またあそこに立像が見えますね。目的地候補として覚えておきます。杀完龙之后，打开冒险记录看游戏天数。比方说我现在228天，死掉的亚龙会在10天之后复活，所以先回哈波村的旅馆睡一天，然后到椅子上闭眼36次，再来看自己的游戏天数，从228变成238，确认已经过了10天之后再去找亚龙。如果亚龙没有出现，可能是出门买菜了，回椅子上再闭眼2次应该就会出现。杀完他之后回村睡觉，无限循环。基本上杀个3、4次，龙血晶够用就好了。游戏中期你不用浪费时间弄太多，后期还有更好赚的。接下来看角色面板，魔法攻击力越高越好，600以上最好，如果只有500勉强可以。但你出手都要压5%左右的底线，反应慢一点的人可能秒王还没有成功就先秒了自己。虽然训身霸魔宫的威力来自于消耗的血量上限跟魔法攻击力，但实际影响伤害最大的是看你血量压的有多低。比方说魔宫630，在血量压到剩20%的时候射出去，亚龙有8条血，只打掉5条，这伤害很难看。如果血量压到10%，一发射出去就秒了。另外一个测试是魔宫322，血量压到5%了，一发射出去亚龙还剩2条血。结论：体力上限对训身霸魔宫的伤害影响幅度不知道，但魔宫越高越好是可以肯定的。再来看职业等级，就算只有1级也没关系，重要的只有训身霸魔宫，这个技能在解锁魔宫手的同时人妻就会顺便送给你了，还会邀请你经常去他家玩。接下来讲魔宫手中期的装备建议，火山岛营地有卖龙咒魔宫，这把算入门武器，来这边解锁职业的时候可以顺便购买。
如果你没钱买也没关系，关口吕宿之镇南边有一个大陷坑，在里面可以捡到轮回魔弓。这把弓的特色是对人形怪更能发挥威力，缺点是魔法攻击力比较低。另外，圣树之村有卖贤明戒指，装备两枚可以加60魔弓，鸟笼可以加减用。以上就将后面附录没什么意义的录影，建议观影片了，881。最后来跑一次流程，那先看这只龙死掉之后的天数，它是现在是385天嘛，所以它下次复活是第395天，10天之后。那我因为我比较懒惰，就直接找地方睡觉，你随便要去哪里睡都可以。第八天，因为我 有一只龙是前两天杀的，所以我现在睡八天就可以了，理论上是这样子。好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已经经过，对，393，之前是385，现在已经经过八天了。过完八天，再来传送到第一个点，在这个这边是那个什么波的村嘛，在这边第一只龙的位置，来抽看一下，那一只龙已经生了，因为它现在是第十天，你只要记住每一只龙就是十天重生。那来一下驯生魔霸弓，18秒掉，帅气，自己看的都开心。但是它的位置会稍微挪一下，它不一定是出现在这个点，它有时候会跑到水边或是前面，不一定，你要稍微在附近找一下。再来继续睡觉，这样子就变成第九天了。这边我看一下，哎，按错，看一下现在第几天，现在394天，也就是第九天。再来传送到下一个点，那我下面这一只龙它是刚好已经第十天了，这样应该理解吗？因为我每杀一只龙就睡一天，所以它会有时间差。山上没有，山下，哎，山下是我最喜欢的位置。哎，我好像掏到旁边的那个。好，没事。把他伤害被分散掉，这样第二只就搞定了。因为他也是第十天重生，你要记住，十天重生一只龙就对了。那可能要稍微剪干净一点，有时候我会漏剪。好，再来就回去那个什么村。咦，按错。再来回去哈波村。这是最多人刷龙的地方，但是这个村子的龙它很机车，它打到一定血量会逃走，所以你要直接秒杀它比较省事。
そんなに急いで徒競走が始まったんですか？遅れないようについていきましょう。先找旅馆睡一下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今夜の宿はこちらでいかがですか？早めに寝るのは悪い。十分な睡眠で元気になりました。睡饱之后就可以来去找最后一只龙。よく眠れましたか？它就在村子外面，所以这边其实可以省一颗传送石。但基本上传送石自己复制比较快，你不要。对，龙来了。那最后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天数。他就是第十天复活嘛 ,395, 之前杀他是 385, 你要记住每一只龙杀死的时间。再来就大招。所以你要快结束的时候射出去。好，这样就收工。很简单对不对？这招真的是做坏掉了。你这一只怎么特别小气？看一下我们漏捡。好了，反正基本上，其实初期你用不到那么多龙血晶，不需要刷太多，大概杀个三只已经很够まるで天が抜けたかのような豪雨、私の背後に。先ほどは注意力が落ちていました。強さの見極めが甘かった。それが反省点ですね。